亚洲首都知道多少个？How many capital cities in Asia do you know？让我们一起去看看。Let's go and have a look。马来西亚、斯里巴卡旺、吉隆坡、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阿斯塔纳、乔治市、新加坡、新加坡。印尼、努尔苏丹，这"努"读第二，而不是第三声，因为"尔"也是第三声，所以如果努努努努尔会很难发音，所以努尔苏丹、棉兰、雅加达。雅加达，东帝汶、迪利、棉兰、公铁、迪利、文莱、马来裔、斯里。巴卡旺、伊斯兰堡、斯里巴卡旺、菲律宾、菲律宾、马尼拉、马卡蒂。这里"马"读第二声，而不是第三声，因为"卡"也是第三声，所以和刚才的是一样的。马卡蒂、打卡、马尼拉、中国、上海。杜尚别、北京、北京、蒙古、达尔汗、乌兰巴托、乌鲁木齐。乌兰巴托、朝鲜、平壤、金边、曼德勒、平壤、韩国、仁川。首尔，这"首"也是读第二，而不是读第三声，因为"尔"也是第三声，所以是首尔。成都，首尔，日本，内比都，这里"都"。读都，而不是都，都是都不是，都首都内比都，京都，东京，越南，河内。胡志明市、
挺步。河内。老窝。仰光。万象。狼勃拉邦。万象。柬埔寨。嘻哈努克市。嘻哈努克市。咸利。金边。金边。泰国。清迈。曼谷。仰光。曼谷。缅甸。曼德勒。内比都。仰光。内比都。 So how did it go? Please share the outcome in the comment. Please subscribe and like to support 走走停停 if you like the video. Comment 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are welcome.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结果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结果。喜欢走走停停视频的话，敬请订阅支持。再次谢谢收看。